三个小时有粮食了。今天是费尔班克夫的最后一天，准备出去走走。Western 还真不错，休息一下。出发，出发！今天是在费尔班克斯的最后一天，阿拉斯加的费尔班克斯。今天这个雪下的有点大哦。我从酒店出门看看有什么玩的。这是我的酒店，就在机场附近。顺着雪走走徒步。这边是费尔班克斯郊区，离市中心还有一段距离，步行大概一个多小时吧。让我们看看有什么好玩的。上一次在这种冰天雪地徒步还是5年前。天空飘着鹅毛大雪，今天雪下的挺大的。我靠，这边比什么北海道啊什么冷多了。在天冷的地方呢，这个热量消耗的比较快。如果刚吃完饭，我在加州吃面包，就那种吐司，4片的话，一般能撑5-6个小时，肚子不饿。在这边可能半小时就又饿了。但是这边需要水不多，比正常的地方。这边是靠近北极圈。昨天才去过北极圈，这景色非常。其实这景色没什么，可能在加拿大的朋友啊，一年大部分时间都这个景色。啊，对于我们南方人来说，就比较特别一些，特地过来玩玩雪。
雪是有够大。好像也没什么东西啊，哎，这边没车这么方便。在美国旅行，大部分人都会租车，但是我这次考虑到去北极，自己开一个人好像有点危险，我就没有租，然后报的旅游团。其实旅游团很不错，能认识各式各样的人，互相学习。啊，都是三观比较接近的，在一起，在美国啊，很舒服。在这个阿拉斯加生活的人都挺佛系，就有一种与世无争的感觉。你们爱咋咋地，我就这样过了，很舒服。我就喜欢这种。啊，鸟不拉屎的地方，也不能讲那种粗话吧，鸟不生蛋，挺好的。这种别样的人生活方式，我想我以后可能会搬过来，或者在这边买一块地。真是不错，很舒服。马上想去一个，前面有一艘蒸汽轮船，不知道有没有被雪盖住。哎，一个人旅行就是寂寞。Anchorage。感觉快死了。靠，昨天还说没有凯美瑞，今天看到亚洲龙。在国内，亚洲龙跟凯美瑞是价格比较相近，可是在美国，亚洲龙是丰田的旗舰，略微比凯美瑞要贵个1万美金。这边的车前面都有个插电的地方，防止电瓶掉电。
没过，邮局这个车没有。但是很奇怪的是啊，有的人把进气扇包起来，有的并没有。操！好滑。好滑，对我们容易吗？这好像没有路嘞，在这边。这边貌似有个中餐馆，我感觉不会好吃。继续走，大概走个半小时，就可以到那个轮船那边。Teddy Bear Plaza，我靠，这个我老婆肯定喜欢。再走过一条街就到了 这边是有个 RAV4 也挺多的，RAV4 也挺多的，太浩 RAV4，这我从小就是个车迷。可能讲车比较多，对车比较敏感一些。我现在的愿望就是到那个星星农场去喝一杯东西。啊，要是能遇见大猩猩，那就更好了。据说他们现在开始养牛了。我也是一时兴起下海做 YouTube，这边有个 Hairs 吧，就是没法。反正什么这个 SPA 没 Hair SPA，Nail SPA，各种 SPA。进去一看，就一般的洗头房。这个费尔班克斯是靠近
北极圈，美国最北边，就是最大的城市，应该是，但是不能说是这个全世界最北边最大的城市，全世界最北边最大的城市应该是俄罗斯的摩尔曼斯克，那边有一艘列宁号核动力破冰船停泊在那边。二战的时候呢，是马歇尔计划啊，不是马歇尔计划，租借法案，英国和美国运过去那个北冰洋航线的入口，苏联就是靠英美欧美的援助顶过了德军的进攻，也不能说完全靠吧，但是起了关键的作用。哎，这个扯远了。费尔班克斯是阿拉斯加州，而二战时候，阿拉斯加州是美国本土唯一被轴心国占领的，就是在阿留申群岛。日本呢，占领了几个地方，但是呢，日军在那边损失了几架零式战斗机。有一架完整的，好像就坠毁在阿留申，结果被美军捕获，拆开来研究，对太平洋战争以及抗日战争胜利，这个是阿拉斯加州对我们中国人的影响，关键的零式战斗机，还有被捕获了以后，拆开来发现里面只不过全是木板，这让美国啊同盟国就更有信心了。后面美军又发展出岩石引信燃烧弹，打得日本鬼子不要不要的。所以小时候看书，看关于阿拉斯加一些历史，其实都挺特别的。费尔班克斯这个小镇呢，以前是淘金热，就在这边发现了金子，所以大家来淘金。就在1902年建市，现在好像是属于北极星市。不知道有没有讲错，反正一个人在这边走走呢，感觉也不错。最近这个天也不是太冷。在美国逛红绿灯，要按这个钮。哎，想到刚来美国的时候过马路都不会，那时候真是青涩。这地上就没线了，大家凭感觉停。
应该是以红绿灯看到。继续走，这边有个肯德基。Big Red. The old feeder. 美国呢，这个车看见人是必停的，但你可以这样招手，他就过去了，就表示你允许他走。这样被警察看见也无所谓，但如果被警察看见你没让你让行人，那你就过瘾了。今天一天收入就没了。这边租车公司好多房车。Antique， 你看，这就是做古董商，有一家古董店 ，for sale by owner， 这就是做古董商的下场。这还挺有特色的。Closed。现在几点？咱们继续走。
Antiquities。不知道那个轮残在哪里了。咱们继续往前走。Batteries, fuels。修电池的在这边很赚哦。还在前面，还要再走几条街。Pioneer Park。
这是谁呀你？再走几条街就到了。哎呀妈，出鼓楼去了！啊，就我一个人在走，让我想到了刚来美国没买车的日子，一天要走15公里。
到了这个公园 Pioneer Park 先锋广场先锋公园，咋这么熟悉？Cross S Inger， 这边也是个神奇的接口器，十字路口。这奇怪，有的车把包起来，有的车不包。可能跟发动机的设计有关系。啊，我挺喜欢那种北国风情。但来美国跟日本做比较，就感觉美国的工业力远远是超过日本的，因为日本还有地铁，这个在北海道，比如说札幌啊，比这边南边的多，大家买个车都费劲。像这种皮卡啊，五点几的、六点几的，在亚洲都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。如果你拥有一辆，在这边就家常便饭。这是什么？途昂。我操！差点滑一跤。这边滑一局，滑一跤就 happy 了。上次滑一跤，在俄罗斯滑一跤，五年都没好，到现在腿还有伤呢。这是雪，一米多高。就我一个人在这走，好可怜。他妈的，我就想说，不能讲他妈的，我就想说，哔哔，怎么过去呢？在前面，我来挑战一下这个。这雪，本来没有路，人走多了就有路了。我操！一个腿伸，必须的。
这挺危险的，如果是个什么洞，你就下去还是走到这个路面上来。这死道不上也太草率了。享受清静一下大自然。有狗在叫。这是一个小公园，这边就是那个博物馆，这么多金属的东西，就是当年在这边金矿。金矿博物馆，可是被雪堆起来了。Onion Park。感觉挺危险的，还是不要过去了，免得他妈摔一跤，头砸在那个什么钉耙杆杆子上。
是什么？竞技场，有点像魔兽里面荆棘谷。今天总统日都关门。Long dancer，有这儿的儿。没人。哦，到这个山这边了。比较大的蒸汽能，哎呀，可非常壮观，叫 Nana 的号。哦，是平时，要是平时可以上去了。今天来的不是时候，是总统日。这边有飞机。这东西亚洲没有。也有绿皮火车呢，这边可能见证了阿拉斯加的兴衰，搞得挺有特色的。但是今天只有我一个人，可以感觉到曾经兴旺过，又有点没落的感觉。自从上次在金陵被摔跤以后，就再也不去金陵了。我的，United States，这个大的，这东西专业名词叫什么？不知道。近距离观察一下，
Explore Fairbanks, Alaska.或许甚至耳尖一直走。这说来手机没信号，挺悲剧的。美国的绿皮车，哎，看外面的材料，好像是木头的。小钱就给，2.3公里，My first time see. Hello. Hi, how are you? I'm fine, thank you. And you? Good, we're doing good. It's my first time see this thing. Kickflip? Yeah. Yeah. It's like a scooter for the snow. Kinda you push and glide. Also. Yeah. Bye.
这一个人一个小屋是什么意思？是可以住吗？应该是店家可能，只不过今天是总统日，都关门了。那你方面对，这有点像刺客大兵、刺狂野大镖客、荒野大镖客。哦，是，丹尼尔。这个，Old Soul Tamer。这边有点荒凉哦，这个应该就是真纳河。丹尼尔吧，沿着河走就能到市中心，还有个2公里吧。这是二阶，
雪越下越大喽。这雪下的可以。我想说，这个大疆这个东西会不会进水？人家在北极都能骑车。这几天来没有看到极光也无所谓了，肉眼看跟摄像机拍出来的完全不一样，这是骗局，骗你们过来旅游花钱，把钱都花在这里，跟你的钱说拜拜。真是不错。二十天吧，没钱了，干嘛？这是二阶吗？小鸭子。小鸭子。哎呦！一定要走到当趟。这样，下次来就会了。
这一定不能放弃。妈，肚子有点饿。出来的时候还想说带点面包。难得来一次也不容易。不是看还好的，Carson Center。Thank you.
重要。好像前面有个狗狗公园，挺不错的。
真辣！到五公园，我去！
还是蛮远的。小鸭子，操，没电了。走了三个小时，有粮食了。晚上一个人来探险哦，蒸汽轮船 Pioneer Park。这雪超级厚来着。Everything.